TB 不管它是肥还是不肥，它可能是最终最多是加快一个十多分钟啊，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这种节奏，那前期它的作用还是不大的，但你谜团可以带一个推进节奏。这毒还得往前继续跟，嗑个芒果啊，这发条小心点，这毒性攻击粘上之后自己也不好走。哇，这好难受，还踩住了。乌龙拿到双杀，400梦幻开局。下路这边想动手，插水给到，同时 A 是先收掉了冰龙 ，TB 这边血量还行，但是他甲高好像没有那么怕呀。最后一下，能拉开吗？真追还是很难受。Coco 主要有相位，是的，那大团能来打的，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这个推进的点，所以导致，没办法逼对面，就对吧？你过来人，我随便派一个兵团过来守一下，来这边动手 ，A 的大招精准砸到，这个克制体现出来了呀，这水源转啥都不是，直接暴毙，后方后面华为拼了一手。火猫还想再留吗？这边留个冰龙确实是有机会啊，留个魂警惕冰龙一，冰龙这边是没有大招的，直接冻死。有人在等他，但是飘到了团长的脸上，这边还加一项普攻，但是他的移速还挺快，你别说，这边两个人也在 battle， 看谁先死，先死死就只能撤出战场，然后等死。嗯，所以说这会儿是要让水人自己去找安全线刷的，然后 Coco 带着队去打。因为这会儿正面插船，他有 BKB， 正面其实还是很强的，绕一下左手一刀。这边找到了一个船长，好像没有什么技能能救。这是船长 BKB 是有了，但是冰魂的大招也砸到，没有后续的输出跟进。马西这边抱过来一个谜团，冰龙给大招 ，TB 在旁边静静的等待，等待结束以后先 A 死马西，谜团残血给不出技能啊，剩下一个毒龙。毒龙这边被冰一下，但是有人围着他，起来以后应该也走不了。毒龙也阵亡，只跑掉一个冰龙，好像还想再追。冰霜血窝一扑，岩羊锁一流，火猫再次拿到人头。这空火 PKB 感觉留得太久，他应该其实吃发条钩之前就见面先把那个 PKB 摁了，转手直接插水船留人的。但是他想卡那个小兵的位置，但是又弹了个水刀出去，水刀。近战兵还没有掉，发条的钩已经转好了。你不是人物，这波可能要出其不意。哦，兵龙的雾地他就不错了。这边大招给到一个 BKB 的船长，但是 BKB 有点吃不住 TB 的伤害。这边很快要打到极限血量了，后面这边拉住两个人，马西掉血非常快，队友能不能赶紧过来帮个忙 ？TB 说：“我来了，兄弟。”水源拨回去，但是他的 BKB 一个英雄互就是核心点位互换之后，角色转换没有做好。其实，在那个中路或者说一直顶线的应该是个 Coco， 然后水人在那个什么野区啊下线多搜一搜。对，你们做出这样的，哎，这边找到一个冰龙，冰龙是想过来排野，他有宝石的，这个宝石就直接给了呀。哎，好像没发现吗？应该是看见了，开始拼鸟的速度。应该是后面在打了。因为马西也被找到，憎恶给上，哇，这个距离还是够远的，但是这边走到了 TB 的脸上啊，就是这个火猫经常跟队友脱节啊。现在有山还有一分多钟刷新，我们看，绕了一手，直接被杨树的是发条，但发条这个背包给出来，还是被插回来秒掉。后方这边水人是这个冰龙是也被秒掉，妈的，双被俘，这肉山秒打，对面应该是有所警惕，但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对这个时间点，看一下，找一个好位置，冰龙打他三个。哦，这边勾又是来先手动你的船长。这边发条自己可能有点危险，但是马西已经先死了，发条居然也是买活的，两个买活死。这边空近似空大谜团，后方跳拉到了一个船长，这边能给上技能吗？船长已经没有 BKB 了，船长被秒。啊，水人这边在偷盾，偷盾，看看这个时间点够不够，哥们先回来，这个水晶剑他有个水晶剑好一点，他
应该是已经死了，他跟肉山一起死了。这边的话，这波打完可以敲了。啊，已经记了，他们已经扣出了 GG。确实是之前被磨的也有点失去耐心了，然后这几波接连也没有更新了装备，也没有打过。